姥姥，逛了一上午就买15块的肉啊。姥姥给你做一个在村里没吃过的。就这，隔壁王大爷做都比你这好吃。臭小子，姥姥让你见识见识全村人谁做肉最好吃。姥姥，别人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。你小子，姥姥做的脆皮五花肉比他那香嘞。别吹牛了，我看吹得了吗？姥姥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急什么？姥姥，这好香啊，待会儿拿出去全没了。就你嘴馋，喜欢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哇，好香啊。好香啊，好吃吧？回去让我妈也做。